好，这个晚上被子呢也记得要盖暖。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第一波冷气团报道，那么北部的气温下探13度，厚棉被可以拿出来，但是会碰到一个问题，因为棉被很厚，你要换这个被套的时候呢，的确是有点麻烦。有人弄了半天，只好弃械投降。其实专家告诉你，不用那么麻烦，掌握一个小诀窍，30秒就能搞定。哦，今天晚上好冷，冷气团来了，我来换一下被单，让今天晚上好好睡觉。旁边站，换我来，弄给你看。哇塞，没看错，三秒下去要短短30秒，这个超级厚重的大棉被就能完完全全换好被套。但到底要怎么办到？其实很简单，先把被套翻面，拉链朝下，棉被叠在上面，折成三等份后再翻个面。再从拉链缺口处把棉被翻出来，用力一甩，大功告成。这样就可以了，在拉链拉上。一个人会不会觉得有点吃力？哦，有点吃力啊，的确是啊，会，而且需要很多时间，而且你需要这边弄弄，然后你可能这边弄啊，然后又要跑到那边另外一边去弄，我觉得是比较麻烦的。其实换棉被被套很简单啊，只要你抓得到技巧，都很快的，而且很多种方式都可以换的。换被套干单啦，另外像是分别抓好棉被四个角，用力一抖，被子就这样轻轻松松放进被套里。下次换被套记得小诀窍，就能轻轻松松好过冬。专业新闻范继伟，台北采访报道。